什么是中医黑科技？中医黑科技是指基于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的一种医疗技术。最近，中医黑科技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，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是穴位按摩。而穴位按摩袜是一种相对简便实用的按摩工具，正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。穴位按摩袜以中医理论为基础，科学地设计了穴位，方便人们在家中享受足疗养生的效果。穴位按摩袜中采用的按摩方式和刺激方法，可以增强足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缓解足部疲劳和疼痛感，并促进身体各个系统的调节。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，我们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再受限制，人们可以利用穴位按摩袜进行足疗养生，不用再为时间和地点烦恼。同时，穴位按摩袜的价格相对便宜，不需要额外的高昂费用，让更多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中医黑科技带来的益处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方便实用、价格合理并且科学有效的足疗工具，穴位按摩袜将是你的最佳选择。选择中医黑科技，让足部的舒适感和健康感一直伴随着你的每一步。